大家早上好。好，今天大家这么热情，是不是因为是最后一节课？我们给别人的热情自始至终，不是最后才热情，一开始就要热情，但是大家也确实做到了，一开始就很热情，在自始至终啊，都要保持对生命的责任，不管是自己的生命，还是这一生遇到的所有的有缘的亲朋好友的生命，我们都应该啊，去感恩，去爱惜，去成就。我们看到刚刚我们林学长，你看他那个跑步的动作，就感觉到啊，他做什么事都很拼命，都很尽心尽力，这个非常可贵。谢谢谢谢。而且这一次啊，我们共聚一堂啊，最难得的是三代同堂，老者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啊，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啊！年轻的学长啊，谦恭好学啊，也给我们很深的印象，也鼓舞我们呢，年轻人呢是可以受教的。只要有因缘遇到正法、正知正见，他们那种对生命甚至对国家民族的热忱呢，都能够提得起来。这个我因为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北京各个大学跟他们交流，哇，那种目不转睛的眼神呢，让我非常感动啊，但是也是很忧心。忧心呢，他们的年轻岁月没有祖宗智慧的滋润，尤其是现在社会大众啊，觉得成功的代表是企业家，所以企业家很有机会到各大专院校骗洒甘露水。有一位浙江的企业家，他很紧张跑来跟我说，他说好几个地方要找我演讲，都说我们事业很成功啊，赶紧啊，要给我们这些企业界的能够多一点开传统文化的课，他们有了很好的根基了，真的会很多因缘让他们可以去造福啊这些大学生。一切因缘
像大学四年是因缘，假如刚进学校就能听到五伦十义，就能发出对家庭民族的使命，那四年呢绝不空过。那有没有这样的殊胜因缘呢？对一个大学生来讲，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天壤之别。而我们的长者啊，他们以身行道，叫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哦，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我们很熟悉的，莫道伤于晚。伤于晚，就好像太阳快下山了，那个余音射过来，射在这些桑树植物的上面，那是傍晚的景象。莫道伤于晚，微霞尚满天。我们文化的复兴啊，多亏了有这些长者老人，因为他们在前面做出表率，我们这些晚辈啊，升起惭愧心啊，效法的心，他们真的是微霞尚满天啊，各地都是这样。我们最明显的例子，我们新疆王教授啊，带领我们新疆的学习团队在文化复兴的这个路上啊，确确实实是众志成城在做啊，每一次进修班平均最多的就是新疆啊，所以人心是能感，境界是所感啊，这感得这么多企业家发大心呢，而且还感得非常好的官员到了新疆当父母官，这都不是偶然的哦。所以人生啊，要有好的因缘啊，得要从内心去求，哦，莫向外求。所以今天最后呢，跟大家交流的是最后一个伦常啊，朋友有信。好的朋友啊，也是自己招赶来的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这个朋友啊，对人生命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句格言讲到，生我者父母，你们要配合一下啊，这是最后一堂课的考试啊。假如大家回答不出来，那我只好抱憾终生，是吧？啊，当然这不能怪大家，因为这一句话呢，在这45天也没讲过，但是在40几里面有讲到，哦，但是这个。这一句话呢，给我们的启示啊，哎，我们的基础啊，靠父母的教育，家庭的教育，然后紧接着能够有好的朋友的助缘，就能成就一生的道德学问跟事业。所以，成我者朋友，亲父善友，如误入中行。虽然感觉不是很强烈受朋友影响，但是潜移默化呢，是时时有论。另外一句话也讲到，入孜然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不知不觉就熏香了。入鲍鱼之室，久而不闻其臭。
所以朋友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孔子给我们讲到，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，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好朋友对生命的益处，不好的朋友对生命的害处。所以孔子也教导学生呢，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人。这个文都是啊，所谓的文以载道，文以贯道。谈论的这些文章，谈论的这些话题啊，都是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，一生的事业的。不讲是非的话，闲话，无意的言语不说，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人，交朋友啊，辅助自己的仁德，辅助自己的学问，这个是朋友的重要性。接着呢，我们要会择友，判断什么是好的朋友。那当然这个弟子规啊就是标准。真正有德啊，它的基础是首孝悌，次谨信，谨慎诚信，这个是好的人。假如朋友都不谨慎，做事非常的粗心，甚至于是狂妄，甚至于是为非，那跟这样的朋友相处啊，就可能要遭殃了。所以朱子治家格言里面讲到，侠逆恶少，久必受其累，趋至老成，急则可相依。那趋至老成，那都属于谨慎谦退的人，稳重沉着的人，反而真的有事的时候啊，他帮你上忙。有一个员工啊，他就是在我们推广传统文化的企业里面工作。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给他的老板很感慨的讲，他以前的朋友啊，七八个人聚在一起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他叙述到呢，死了好几个，其他的在监狱里面，现在还完好的就只剩他一个人了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假如他没有到这个公司，他现在在哪里？那就很难讲了。从这里我们看到朋友环境啊，太重要了。所以这个在择友的判断，弟子规是标准。孔子也提到了有直正直的朋友，有量懂得体谅别人，懂得宽恕别人，这个量当中呢也有很真诚，正直真诚又宽恕体谅，有多闻，这个多闻就很有学问，很有见识，这个很重要，读万卷书啊，行万里路啊，还要阅人无数，这个阅人的智慧，行万里路的见闻，这个都属于多闻的。从各个风土民情到很多的历史人物，他都能从中啊得到启发，所以这个是对朋友的判断。在《中庸》里面还有一段话，在下位不惑乎上，这一句话对判断人，不管是朋友还是我们要用的下属，都是很好的一段启发。在下位
不惑乎上，名不可得而至矣。惑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惑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，不顺乎亲矣。成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明乎善，不成乎身矣。所以这里啊，在观人上啊，那看得很深入。这个在下位的人不能得到上位的认同，那他就没法为团体、为国家办事。民不可得而治也，他没有一个位置可以去服务人民了。好，所以在上下府关系当中呢，服从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不服从呢，领导的话他不能接受，这个团体就不能运作了。好，所以一个人他要能屈能伸，在团体当中他觉得不妥的，他先屈下来，能够服从，能够融入团体，赢得大家的认同跟信任，再来把他觉得团体当中不足的，再很循序渐进的来修正。假如一开始不服从又不融入了，就很提意见，那一般的领导者他很难接受人家这样的态度。就好像一个儿子面对父亲，儿子指出父亲的问题，再怎么对，父亲这口气咽不咽得下去？那态度不妥当了，这个怎么咽得下去呢？而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对，在讲给别人听，人家不能接受，那是我们也感觉不到一个团体或者领导者他的心理的状态。这个时候是我们理直气壮的，甚至于是好为人师的状况出现的，不能体恤对方的心情，不能体恤团体的心情，这个柔软不足啊。所以这一些我们都要了解，在五伦关系当中，只要能屈，总有能感动对方的机会。那一天我们还探讨夫妻，这个先生实在是很脾气很大，态度很不好，那怎么办？事实上只要这个太太真正有德行，那个先生也不会打她的。所以五伦关系会形成冲突，绝对双方都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言语当中啊，曾经跟大家交流过，绝交不出恶语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因为绝交出恶语啊，可能把以后的姻缘呢都给断送掉了。那是我们呢，还是扶不住自己的情绪、愤怒，这个啊，在这些境缘当中啊，都不能有丝毫的志气。而且在反映团体的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听到团体哪里有情况的时候，一听到一些情况呢，
不要马上被那些情况情绪整个给拉过去了，甚至于在从中调解的时候都要让双方的心呢更平和下来，甚至于更为大局着想。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境，我们觉得在帮人或者帮团体可能会越帮越忙。所以这一些心境都得在境界当中练。而且啊，是非经过不知难。长一个家，长一个团体，事情啊是方方面面的。所以批评很容易啊，真正去扛这个责任就不是那么轻松的。我以前没有扛过行政工作啊，都觉得挺轻松的。哎，自己真的扛了以后才知道，哇，那工作不容易啊。尤其这个时代啊，大家要非常非常的冷静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众生的福分比较薄。第二个，每一个人呢，缺乏伦理道德的基础。所以在这样的因素因缘之下，很多物质条件以至于很多人的素质条件它都不一定是很具足，这个时候要批评啊太容易了，可是要成就一个人，成就一件事难度很高。这个时候要大家能共体时间，能包容，能宽恕，能互相提起正念，这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不互相提起正念，只要情绪起来，只要怀疑起来，只要对立起来，要回到原来的人与人关系啊，就不容易了。所以刚刚我们提到，趋至老成，急则可相依啊，这些话我们要深刻去体会啊。包含刚刚我们讲到的，绝交不出恶语。我们假如不掌握这些处事的态度啊，我们想不跟人呢、结怨，不跟人对立啊，都不容易。好，所以刚刚这一段中庸的话，真正一个好的下属，他要改善一个团体，他绝对不会犯上。所以在下位不祸乎上，他就没有办法去服务大众了。但是祸乎上有道，哎，领导还蛮喜欢他的，可是呢，祸乎上有道，不幸乎朋友，就是他的朋友跟他的同事都处不来，那这个祸乎上也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从他的心上看呢，跟领导处得好，怎么可能会跟同事处不好？同样一颗真诚，同样一颗慈悲心，怎么会处不好？就变成了对上谄媚，对同人呢、苛刻，就不信乎朋友了，不信乎同人了。所以这个祸乎上呢也是假的，不祸乎上，这个心不诚。好，信乎朋友有道，哎，跟朋友也处得不错哦。不顺乎亲，结果不孝顺父母，那这个信乎朋友也是假的，不信乎朋友。这个时代啊，这种现象非常多。为什么呢？根源还是两个字，一个是义，一个是利。假如他这个自私自利不放下呢，他所有的跟领导处得好，跟朋友同人处得好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利。
所以他会装得很好，但是回到家没人看到了，对父母就傲慢。所以这个时候观察要启用的人，观察是不是好的朋友啊，从这一些更深入去看呢，就很容易看清楚了。我们看清楚人呢，不是要去指责人，也不是要去骂人，是看清楚他的问题啊，我们才帮得上忙。我们不是说啊，懂了这些道理以后都看人不顺眼，都看人缺点，不是这个概念。看清以后才能帮助朋友点出他的问题所在啊，不然他怎么去明白，怎么去改正呢？所以这个诚身有道，因为刚刚说的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。看起来他很孝顺父母，可是事实上他的内心呢还是不耐烦，就像我们说的腹诽，这是反诸身不成，还是不顺乎亲有。这一段话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都修到表象上去了？看起来祸乎上，看起来顺乎朋友，看起来顺乎亲，信乎朋友，顺乎亲。但是假如没有反诸身不成，有没有反过他来看自己的心成不成，恭不恭敬？假如心还是不成，还是不算孝顺父母，不顺乎亲矣啊。诚身有道真的很真诚哦，还要明白善恶哦，就不明乎善，那这个孝顺还是会出状况哦。好，台湾就有一个例子，为了给母亲治病了，跑去抢银行，那这个不明乎善哦。他对母亲是很真诚，要去解决母亲的问题，但是不明乎善啊，最后被抓起来了。那他的妈妈高兴吗？那更痛苦了。所以这个整个次第啊，关到心性，关到明白是非善恶才行。你看很多的人朋友相交很有道义啊，但是不明白是非善恶，叫越帮越忙。你说朋友有需要了就冲出来，结果呢连命都丧掉了，那他是不明不善的啊，跟着朋友去干坏事去了。所以这个是择友。我们在择友当中啊，并不是去排斥谁。很重要的一点呢，你说那他们德行不好啊，我们应该去感化他，很有道理啊。问题是，我们还没被他感化，假如变成我们受他影响啊，那就不行了。就我们得要有很高的定慧能力啊，才能够去转。这不然大家发了仁慈心，好，我现在就到妓院去帮助人，那我们自己到那个境界去啊，都有点眼花缭乱了，那还帮助谁，所以我们能转得了境界才行，有功夫才行，还没有功夫的时候啊，那一定啊，还是要理人为美，善有唯一，要依靠善友。所以孔子啊，晚年讲过一句话，说我离开之后啊，伤者日益，赤者日损。孔子还没离开啊，他就断言他两个学生啊，一个会越来越进步，一个会越来越退步。
这个山啊是指子夏，次是指子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子夏喜欢跟比他有学问的人交往，去请教他们。子贡喜欢跟比他差的人谈话，给他们讲很多。哎，这个我们要冷静哦，我们都去找那个比我们差的，我们讲得很痛快哦，讲着讲着傲慢就上来了哦，反而那个可以指出我们问题的哦，我们不想跟他见面哦。人时时都会在境界当中产生贪着而不自知，讲着讲着人家都很恭维我，多舒服啊，干嘛去找那个可以提我问题啊，我心脏还有点难受的呢。但是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得出来，孔子有没有劝过子贡要多交比他好的朋友？有没有？应该是有，不可能不劝哦。但是劝了以后能不能接受啊，要看自己的造化了。所谓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而且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啊，人要对治自己的习气啊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们看孔子是圣人，子贡跟了孔子这么久的时间，要改掉一个严重的习气啊，都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说到这里，我就想到卢叔叔给我的一个教诲啊，说对自己的习气啊，要赶尽杀绝，对别人要厚道三分，这个就很重要，也很对治我们当前人的状况。我们可能懂了一些道理啊，看别人就容易了，要对别人厚道三分呢，就不容易了。甚至出言都是断定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这个人就是那样。那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啊，就是刻薄了。所以人的福报啊，往往都是在这些话当中流出去的。所以我现在想啊，我这个长不胖啊，就是讲太多刻薄的话，总要把原因找出来啊，度量要大才行。这相由心生啊，他骗不了人啊。好。所以每一个孔子与弟子的故事，每一个在历史德育故事当中的故事，都能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启发。好，我们看朋友有信，这个信字啊，诚信。我们高学长的分享，张绍范氏是把朋友有信啊演得淋漓尽致，诚信。这个不只是守信啊，它同时包含信义、本分在里面。什么样才是真正够朋友？那就包含信义跟本分在其中了。所以这个范氏把张绍送终完事以后，一定对他的妻儿都是自始至终的关心啊，这个就是朋友的道义了。好，在朋友的本分当中啊，第一个要劝谏啊，这个劝谏的部分呢，刚好我们在言语当中啊谈的比较多了。第二个呢，要关怀。
啊，甚至于是爱屋及乌啊，也关怀他的亲朋好友。而在关怀当中呢，予以多，取以少啊，面对亲戚朋友啊，他们没东西吃啊，我们心里不安。哎，他们有的吃，我们少吃点呢，心里比较安。以前有信义的人真是这样啊，自己有的吃，亲朋好友没得吃，他吃不下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起来，在《孔子传》当中呢？那弟子也是对夫子的那种忠义啊，舍不得吃啊。给孔子留着，孔子之后看到弟子们都吃这些野菜了，老人家端着那个饭呢，这样我怎么吃得下呢？就是信义了，就是关怀了。所以难与能与，在跟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，自己很困难的时候啊，还能施予困难的亲友，难做能做。哎，跟朋友同人之间呢，不要计较，我们能多扛的，我们能多做的，做一些。相处当中啊，每个人都是在修学的过程，还是会有一些习气呢，我们难忍能忍，能包容，不起冲突。起冲突了，家里的长辈伤脑筋了，团体的领导伤脑筋了。我们在团体当中啊，总要提醒自己啊，能付出些什么，能贡献出什么啊，绝对不添丝毫的麻烦，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。好，所以而且啊，我们说呢，处事啊，首先要学吃亏。哎，都我做了，吃亏吗？做了，福是我们的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到：“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延而昌盛者。”啊，在团体当中都是尽心尽力的人，一定有后福。啊，忠孝二字啊，是大福田。而且我们看哦，不止福是自己的哦，多做了以后，经验能力都在提升。所以不计较的人为什么有福啊？我们细细去思量啊，关键就在这里了。啊，所以老人家提醒我们呢，不要争，多要学吃亏。好事与他人呢，责任与自己扛起来。好，这个是朋友的相处的本分呢，劝谏关心。再来呢，互相赞叹，互相肯定，肯定对方的优点，肯定对方的付出，不计对方的优点啊，不计对方的缺点，不计对方对我们的不是，所谓恩欲报，怨欲忘，这个在处事当中啊非常重要。所以孔子也赞叹一位贤者啊，晏子。晏子善与人交，所以孔子提到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近之。一般来讲，在人情上比较容易，久了之后啊，随便。久了之后，觉得对方的付出啊，应该的。这个慢慢呢，就失
哦，就是恭敬，比较容易轻浮计较，要求就会产生。所以这个心地上呢，保持甚至提升那一份对朋友的恭敬，对朋友的感恩，对朋友的欣赏效法，这样这个朋友关系啊就能长久了。好，这第四个叫不言家仇。这个有时候啊，朋友相处啊会有起伏，但是呢在交情好的时候，可能呢、啊、他会把一些隐秘的事情告诉我们。当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啊，我们假如情绪一起来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，以前还怎样怎样怎样，哇，那这个就不得了了，这个就失朋友道义跟厚道了，这个造孽就重了。所以我们那一天跟大家交流一句话呢，凡一言而观人终身，纵确见实闻，真的你亲眼看到确定的事情，不可拙口，不要讲，那观人家一生名节的不要去讲，要留给人家改过的机会。凡一语一句话而伤我长厚，伤我的厚道了，虽闲谈戏谑，在闲聊开玩笑，慎勿行言，都不可以溜出嘴。所以开玩笑的时候不能乱讲，愤怒的时候都不能讲这些话，这不言家仇，不把朋友的这些丑事啊，或者他以前的这些事情去讲出来，这个都是朋友应尽的本分道理。因为啊，好朋友啊，在情感上呢互相支持，他可能很难过的时候啊，都会找我们谈谈话，所以密室相与，不相发怒。他密室跟你讲啊，他可能情绪舒缓多了，还是很重要的。人是还是有情绪啊，要调节。好朋友就有这个效果啊，他边倾诉啊，情绪抒发掉了，我们边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啊，不相发怒。我们可不能加油添醋啊，把他跟别人的对立又加深，就不妥了哈。不相发怒，不去讲出来。好，最后呢，通财之意其实就是相助。这个通财之意当中呢，这个财呢，我们想救急不救贫，他一下子孩子、父母、家庭出现的紧急需要钱呢、啊，没有钱。没办法处理了啊，比方说父母突然住院了啊，有什么病故了，急需要钱啊，这个是救急了，一定要伸出援手啊，这个属于啊雪中送炭。但是呢，救急不救贫，因为啊贫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放逸懒惰。你又给他钱，他更去挥霍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提升他的能力，提升他的使命感、责任心，再教给他能力，教给他经验，这是真正用理智啊去帮助人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个不救贫啊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很多慈善团体啊，都去帮助那些很穷的。后来他们就越来越依赖，甚至于觉得都是理所当然帮他们。那可能这些人啊，用这样的心性去对待别人的帮助啊，越来越折服啊，越来越没福了。所以真正帮人呢、啊，还是要回到教育，启发他的善心为好。
所谓小富由勤啊，一个人只要勤劳，他不可能会贫穷的。你说，可是他现在欠人家很多钱，欠人家很多钱，很可能跟他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没有量入为出，稳扎稳打，一下子贪心太重，最后才会跌得那么重啊！爬得越高，才跌得重啊！或者他家里真的孩子也生病了，父母也生病了，那真跟他的福报有关。福田又是心根，还是得回到教育啊。这看明白了，真的尽力的介绍给朋友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，是彻底解决他的人生问题。好，所以在这个通才之意当中呢，我们时时想到呢，贫贱不轻。好，我们的朋友虽然财富地位不高，我们还是一样的恭敬他，还是一样的感激曾经他给我们的付出。哪怕你现在是国家领导人，现在是大老板，对于以前的朋友，他现在哪怕只是一个劳工，你对他的恭敬都没有丝毫改变，这个才是修养啊！假如变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心在堕落了。贫贱不轻啊，遭苦不舍啊，见义勇为啊！朋友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舍弃他，遭苦不舍。好，这个是提到呢朋友的本分。当然它不是只有五点，随着每个人人生包含在经典当中的感悟啊，都可以再加上去。朋友相处之间的心态啊，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提，其实不离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。好，我们看礼，礼让、忍让、谦让。好，这个让字啊是很有学问的。德行要提升呢，一定是谦退谦让。所以这个让字呢，还有一段话呢，跟大家交流一下。让名于上，让功于众，让位于贤，让食于幼。好名声呢，给领导。为什么？不是谄媚哦。给领导之后啊，他的权威信誉更好，他能很好的去带这个团队。假如我们下属要跟领导争风光，那这个时候第一个在人情上啊，领导会难受的。就好像哪有儿子要跟父亲争光的。好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像清朝就非常不简单。乾隆当皇帝当了60年，当了太上皇当了4年，他后面为什么不当了？因为他的爷爷康熙当了61年，他不敢超过他爷爷，所以他60年。你会看到古代啊，这不简单啊，顾及到呢，不可以以功去压到自己的祖上，而且他们有今天都是祖上给他们的教育跟给他们的承传的。好，所以让名于上，让功于众。我们在团体当中呢，在那里抢功的时候，一定会伤人和，让功于众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我们用一份道义的心去做事，哪有想着我要什么名，我要什么功呢？没有挂碍的，能让的让给别人，让位于贤，有比我们好的，赶紧让他来做。
还带动整个尊重贤德的风气，而不是嫉妒排斥，来让位于贤，让食于幼。因为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啊，刚好那一段时间是发育期，假如孩子那一段时间没有吃好，可能他一辈子的体质会受很大的影响，所以这个是长者对下晚辈的一种仁慈的态度。好，所以朋友相处呢，也都是守着这个五常八德，能人呢、仁义礼智信，这个人就能设身处地，将家人先问己。好，这个是跟大家谈到的这个朋友关系。我们这个五伦之后啊，接着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。而其实我们在这45天跟大家一起在交流的很多的知见观念，都是在慎思明辨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属于了解道理，紧接着更重要的呢是行，所以笃行。笃行又分为立身、处世、接物。所以这一本延寿要言呢、对于我们再去体会立身、处世、接物啊，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翻开目录就好了。目录当中第一个立身，就是我们4500年里面讲到的言忠信、行笃敬、惩分自愈、谦善改过。而这里讲得更细，他把它分成十几个细项。大家看言忠信、行笃敬，这里面就有诚实、正直、忠厚，都可以延伸言忠信、行笃敬的理解。我们看这里有惩分，这里就有这个标题了。自愈，自愈的话呢，这里有安分知足就能自愈。这里也有改过。至于谦善呢，那孝友是谦善，勤俭是谦善，励志啊，这个都属于谦善。接着我们看处事，处事其实就是接物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我们4500年就这两句话，而这里列出来的那都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看一下，谦让，谦虚了，人家跟我们相处才没有压力啊。恕道，度量、信用、公平、谨言、听言，这一些都属于我们在跟人相处当中很重要的修养啊。大家可以借由这一本书啊，对于这个接物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有更宽广的体会。最后呢，做事情，4500年只告诉我们正其仪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那这一本呢，它就有一个好处呢，能够让我们知道做事的原理原则。我们看到目录的第四编职业这个部分，大家翻到没有？我们看这里就很提醒我们了，做任何事情你要抉择，好的事去做择业哦，而且你要常常温习哦，习业哦，还要做事的时候要量力而为，要预备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不能没有章法乱成一团，要准备，讲话要准备，做事要准备，要专一专注，要循序渐进，要有恒心，而且要耐烦，
不能急躁，不能起情绪，要能精熟。这个精熟就是要不断的深入，你不能今天做做这个，明天做做那个，就做不好事了，能力也不能深入了。还有学问、经验，这些都是做事当中很重要的基础。学问为济世之本啊，经验也很重要。我们有时候学了传统文化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了，就麻烦了，就变狂妄了。人家还有很多组织运作的经验呢，各行各业宝贵的经验都应该多学习。习时，这个也是做事当中很重要的，克力，乐业。好，这个是跟大家交流呢，可以透过一本书啊，来辅助整个世间五百年后面的立身处世皆悟的一个学习。好，最后呢还有一些问题啊，现在时间不够了。那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之后在学习的，我们自己内部学习啊，我会针对这个问题啊讲一堂课。到时候这个录音啊，文档啊，我们会挂在网上。因为我怕这个问问题的回家睡不着觉，就先跟大家有这个默契，我们最后没有回答的问题啊，会在我们自己内部课的时候会把它录下来，到时候跟大家交流。还有发一篇呢，福佑帝君心经。福佑帝君是吕洞宾先生，吕祖，在了凡四训里面有他一个故事啊，很有仁慈啊，他能想到五百年后的人，他的师父要教他点石成金，他说这个点完之后，以后会不会变回金子啊？变回石头？他说会，五百年之后就变了。他说那不行，会害五百年之后的人，非常仁慈。而这一篇呢，讲的细，我们任何错误的心态，他都有对治的方法。好，这个就是最好的格物修身的一个提醒。我们假如心情不好，赶紧把这一篇拿出来，对一对的是哪一句的心态没调回来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最后呢，这个感谢大家在这45天呢，这么样信任配合整个我们这个课程。那这个在45天当中我有讲的不妥当的地方啊，还请诸位学长啊，这个有质有量啊，有多闻啊，请大家能够直接给我以及给我们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同仁呢，都能指出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